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协同了日本红十字会一行六人拜访花莲县政府，由县长许正卫亲自接见。会中也针对了0403地震重建等进行交流。而晤谈当中，许县长是不忘大力推销花莲的美，甚至邀请日本红十字会回到日本之后，能够再一次带领更多的日本朋友来到花莲旅游。县长许正卫表示，感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协同日本红十字会来到花莲，关心0403地震灾后重建的情况。0403地震造成花莲红黄单建筑物累计100件，许多乡亲投入大半辈子的心血，房屋被贴上红黄单成为危楼，面临重建或是耐震补强的选择。县府对灾损危险建筑物处理提出多元协助方案以及措施，包括租金补贴、旅宿短期安置补助、重建购买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就算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永久中继物等等。县府展现灾后重建的坚决以及决心，就是要让花莲乡亲提早回归正常生活。日本红十字会国际救援科长片冈昌子表示，感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带我们日本红十字会来到花莲进行相关的交流，也感谢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消防局的细心安排。而这次实地走访巡视红黄单建筑物目前拆除情况，相当感佩县长许正卫带领着县府团队救灾的迅速，也彰显县长许正卫领导能力的卓越。街道上的景致很难想象，三个月前的花莲才遭逢大地震，不仅感受到花莲重建政府的坚韧生命力，也确实感受到花莲人民韧性的以及团结力量。记者蒋文华报道。